五谷番薯，攘攘满家。这是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淳于髡传》里写下的一句话，体现了古人对物阜民丰、国泰民安的美好期待。在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天下收成如何，五谷是否丰登，很大程度上是靠天吃饭。这就需要古人对四季轮回、天气变化有着准确的把握，按照自然规律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立法制度，来指导农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这就是延续了2000多年的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的由来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的西周时代。来，孩子们来，都过来，都过来。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位老师。这两位老师呢，是咱们冬至日的一大早，河南省登封市文化馆馆长严松涛和当地研究古代历史的专家吕红军就带着一群小学生赶往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天文台登封市郜城镇古观星台。他们要在那里测量今天正午太阳影子的长度。谁来过观星台？我。郜城，古称阳城，夏朝都城之一。西周时期，中国古代一系列典章制度的开创者被称为圣人的周武王弟弟周公曾在此测量日影长度。大约在夏代的时候呢，古人们很早就发现每年四季的日影是在变化的，冬天呢树木的影子长，夏天呢树木的影子短，朝廷于是就派人对这个日影进行测量。为了方便测量，古人在地上竖立一根木棍，并放置一把尺子，每天中午测量木棍在尺子上的投影长度。这种测日影定历法的方式被称为圭表测影。立着的木棍叫表，地上的尺子叫圭。周公测影台就是模仿当年周公测日影的圭表所建。传说周公当年就是用这样的圭表在此主持日影测量。古人经过测量发现，一年之中日影最长的一天总是冬季来临的某一天，每年如此，从不变化。于是周公把这一天称为冬至，意为冬天来临。这是二十四节气中出现最早的节气。确定冬至节气之后，周公发现从一个冬至日到下一个冬至日大约间隔365天，这就是一年的长度。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二十四节气是古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一年的长度确定了，其他节气才能在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古人继续测量日影长度，的确又找到了一年之中日影最短的那一天，它总是出现在夏季的某一天。这一天被定义为夏至。
随后古人惊奇地发现，从冬至到夏至的天数与从夏至到冬至的天数基本一样，也就是说冬至和夏至居然把一年正好平分成了两半。除了冬至和夏至，古人又发现，在春季的某一天和秋季的某一天，影子的长短相同，而且这两天有一个共同点，平分昼夜。于是古人就把这两天称为春分和秋分。在西汉刘安所编的《淮南子天文训》里，就完整地列出了和现今名称基本一致的24节气。24节气24节气确立后，从此人们可以根据节气来安排农业生产。比如惊蛰之后开始耕田，春分之后就要播种，清明前后种瓜点豆，芒种则是重要的收割与播种并行的节气。北方的农民一边忙着收小麦，一边忙着种玉米，一刻也不敢耽搁，否则就误了农时。霜降节气则是一个重要提醒，意味着天气马上转冷，人们要抓紧把地里的庄稼收起来。而立冬之后，北方就进入了农闲时期，朝廷往往组织人们兴修水利，修筑边防要塞，以及
练兵习武。从今天的角度看，秦汉时期确立的24节气，每个时间点并不精确。当时的人们只测定每年冬至、夏至、春分、秋分四个节气的具体时间，其他节气的时间点则是根据这四个节气点，把一年365天平均划分为24等份而得来的。这种推算方法叫平气法。它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太阳和地球的运行周期永恒不变，运转速度也是均衡的，但无疑这个假设不成立。因为地球绕太阳的运行轨迹呈椭圆形，其速度并不均匀，每个节气每年出现的时间都会有细微的差别。到了隋朝，天文学家刘拙找到了一种新的方法制定24节气的时间点，这就是沿用至今的定气法。在定气法中，古人对太阳的运行位置进行了精确观测，并以相应的太阳位置来制定每一个节气的具体时间。也就是说，平气法只是一种人为的划定，而定气法则更科学。它通过对太阳运行轨迹的实际观测，只有当太阳运行到某个特定位置，比如黄经270度的那一刻，才是冬至节气到来的准确时间，而且每年都不一样。比如2019年冬至是12月22日中午12时19分18秒，而2020年的冬至是12月21日晚上18时02分12秒。定气的话，才是真实的反映了太阳的不均匀的这个运动。实行这个定气之后的话，那么这个节气和节气之间的时间间隔就是不相等的，最长和最短的可以相差到这个一两天。今天紫金山天文台仍然承担着太阳观测的重要工作，他们使用最先进的设备测算太阳运行的准确位置，并由此推算出下一年度24节气精确到秒的时间点，提前向公众发布。24节气诞生于中国的黄河中下游，这里四季分明，雨热同期，非常适宜农业生产，是农耕文明的诞生地。其实在世界各大文明古国中，如古埃及、古两河流域、古希腊、古印度，都先后发现了冬至、夏至、春分、秋分，但只有中国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形成八节，然后又在八节的基础上继续细分发展，最终形成了对农业生产极具指导意义的24节气。24节气不仅对中原地区，乃至对整个华夏大地，甚至整个东亚地区，包括日本、朝鲜、越南，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使东亚农耕文化的基本立法框架，在国际上有中国第五大发明的说法。应天时而动，就地利而兴。在24节气这个古老的时间框架内，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中国人因地制宜，根据气候、物候和季节的区域变化，为24节气的本土化抹上了一抹活泼的色彩。55岁的李可爱是湖南省隆回县名人，当过兵，跑过运输，种过田。不过他最在意的身份
还是隶书《望星楼正宗通书》的传承人。《望星楼正宗通书》在我国南方以及东南亚华人地区流传已有100余年，民间称为老黄历，是一本以农事为主、兼具日常生活指南的民间历书。它的编撰者清代光绪年间湖南人李敬臣，开创了一套独特的农历推算系统。通过对日月星辰的观测，结合地球经纬、地理区域进行综合演算，每年推算出一套适合指导当地农事的历书。在科学并不发达的古代社会，老黄历显然有很多缺乏科学依据的内容，但对古代中国人安排日常生产和生活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成为珍贵的人文遗产。作为李敬臣的后代，李可爱对这套老黄历的编撰方法谙熟于心，每当节气日来临时，他都要到附近的山上观察日月星辰的变化。天色渐暗，李可爱开始按祖辈传下的方法观测星空，古人把这称之为观天象。因为我们这是前年累月都观测，但是那个星星在什么位置我们都知道的。晚上云不停地流动，有时候也会露出一小片星空，李可爱必须在此待上一整夜。8点，牛栏声，鸡女声。9点，鸡女声。哎呀，白点声。记录日月星辰的位置以及变化情况，是李可爱为推算来年24节气的具体时间积累推演数据必须要做的事。因为每年的节气它根本不是，就不可能是同一时间，它的走向、它的运动的轨迹都有区别的，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东西数据记录下来，才能总结出气候的变化吧。喂，老乡，你在做嘛？干肥酿的啊。哦，搞酿模是吧？搞了有多久了？明天又要下田了。这个谷种什么时候种的？还什么时候称的？昨天进的种的，3天可以下种，明天就下种了。和观测星空一样，每到节气日，了解农作物生长情况，是李可爱编撰老黄历必须要做的事。这叫补年丰。一般我下种是么个季节的？五月啊。补年丰是为了验证每年新出的老黄历里的节气时间，与当地农事和生产活动的时间是否一致。在古代，一年四季地里该种些什么，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一方面靠经验，另一方面就是靠老黄历。2012年，李可爱传承的望星楼通书习俗被列入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希望进一步加以保护和传承。其实在古代，节气不仅仅可以指导农业生产，也跟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人们按照节气变化安排自己的衣食住行，形成了一种顺应天地、依时而动的生活模式。宫廷大内里，帝王嫔妃的生活又是如何呢？秋高气爽的日子，往往也是故宫迎接游人最繁忙的时候。今天，故宫展览部主任孙淼正忙着策划故宫即将举办的万紫千红古代花木题材书画作品展。
我们年度的大展涉及的范围非常的广，我们其中有一部分叫做四时写生，就是说我们按照一年四季的这样的一个脉络去挑选对应月令的花卉作品。布展过程中，孙淼和同事们发现明清两代紫禁城里种植过大量花卉，还有不少是从南方移栽过来的，他们大都进入了宫廷画师的作品。就是像那个清代顾禄，他在《清嘉录》里面就说牡丹为独语花，就是在那个《岁时杂记》还有各种版本的那个花令、花月令还有花历里面都说那个牡丹是在独语前后排的。梁师正提的那首诗第一句就说东方花信二十四，这指的就是二十四分花信中从小寒到雨水，好像是一共有八后二十四令，好像是。经过长达半个多月的精心准备，故宫万紫千红古代花木题材书画作品展如期举行。展览第一天就吸引了大量游客，对皇帝和后宫娘娘们如何度过时令节气，人们总是很好奇。不是桃，这时候还没有桃，还没下来所以就一下把这个节气就点出来了。和往常一样，每次展览开幕，孙淼都会在展厅为观众答疑解惑。故宫馆藏的书画流传久远，代表着历朝历代书画艺术水准的高度，也遗留着每一个王朝的精神与气质。通过它们，观众可以看到古老的节气文化在宫廷里的传承与弘扬。还有个问题，在宫廷里头，这个皇帝啊、皇后啊，他们是不是和这个老百姓一样，在这个二十四节气也都有很有讲究？比如说咱们到了冬至，大家要吃饺子，对，说不吃饺子把耳朵冻坏的。到了夏至的时候呢，要吃面条，是不是宫里也是这样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可能现在还不能马上回答您。对我们，宣教部的老师呢，其实他们在做这方面的一个整理。参观完画展，看到同行的人们意犹未尽，孙淼特意把大家带到御花园和寿康宫，请他的同事故宫宣教部的江奇鹏老师给大家讲解皇宫里是如何过二十四节气的。冬至的时候呢，实际上皇家也吃饺子，实际那天，但是皇家的饺子在清朝时候它不叫饺子，清朝的有一个满族特点，管所有的面食都叫饽饽，比如煮饺子，咱们叫它叫煮饽饽，各种馅儿的也都有。冬至这一天，皇帝要到南郊的天坛为上天过生日几天，回宫之后，第二天冬至次日，在太和殿还有隆重的宫内的祭天的庆典。典礼结束之后，皇帝要带着皇后到达这个寿康宫里边，因为寿康宫是乾隆皇帝为自己的母亲特殊建造的一个非常舒适的、非常安静的一个养老的宫殿，要到这宫里边行礼请安，这才叫冬至安康。我刚才前头不是说那个夏至的时候，咱们不是民间要吃面条吗？民间有的东西，宫里都得有，甚至肯定比民间更要隆重，更要繁复。时光流转，傍晚时分，游人渐渐散去，喧嚣的紫禁城回归到沉寂中。然而，有关节气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接下来，我们将带您走遍中国各地，看二十四节气是如何深深影响我们的生活，并构成我们丰富多彩的文化。